四进八公新平里，七情六淫七平情，单哥完善中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处的躲吃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定咧做油毒、心情未轻松、未顺遂的朋友，来，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。人讲见一事，长一智，先生显示主人福。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临床上的一个参考，并且注意动好。网内观众朋友，如果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唔免客气，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-29-777-138，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-29-777-138，听阿宏讲健康谈中医药。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阿是耳边搁一个靠一个阿，宏是江鸟宏，宏图大电的这个宏，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身体要健康，电话赶紧拍互通。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：台北02-29-777-138，服务电话：台北02-29-777-138，找阿宏就可以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时在叫我，喊着悲哀也有大目屎，盼我回去的声调好无停。结婚啊，你哪会去？请你带着我心情，送去予我的阿母，哦，唔通来泪滴。各位亲爱的阿宏健康漫谈，阿咱这朋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健康漫谈这个节目，那么咱这个节目是拜一到拜六，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，那么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。来，咱今日头一个单元，那么咱甲咱网友啊来探讨一挂这个伤寒论。那么《伤寒论》内面有一个汤头，叫做桂枝汤。那么桂枝汤在临床上有一挂这个禁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一挂这个处方吼也袂当乌白吃。是安怎袂当乌白吃？因为在咱中医来讲，上解气克禁忌的，就是你吃了唔对处方，是安怎吃了唔对处方？因为伊这个处方唔是你要所爱
治病的这个处方。所以若是安尼先，你的病食这个处方了后，反倒转无帮助这个病情，反倒转啊会来误导你的这个病情，甚至的时阵安尼啊，病会搁较严重。因为咱中医有分实证、虚证、寒证、热证，当然还有其他伊的这个分别，唔是简单哦。讲寒热虚实安尼都会当解决治病，那么伊的这个方法其实病无遐简单。那么咱来讲《伤寒论》。桂枝汤有一挂这个禁忌需要爱注意的部分，啊，咱甲咱网友观众啊来做一个研究探讨。那么本文伊对桂枝汤的这个组方、功效啊、甲临床应用等等这方面啊来进行探讨。那么认为讲桂枝汤袂使用伫个身体比较的阳较盛，或者是讲身体有即个湿热、内温，以及到风热、外感，以及挂即个患者，是无可算讲怀疑的啦。那么你对于即个那是？伊这个人脉浮紧，发烧肝无出来吃，那么就非绝对禁忌啦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过去伫学习这个传统的这个中药，这个伤寒论有这个魔方汤、桂枝汤，对不对？那么过去伫学校诶，老师伫教，那么无关魔方汤，有关桂枝汤，都拢用安尼四季就对。那么在遮就是讲，咱要来探讨在临床上，毋是讲诶顺安尼啊，若有关，都袂使用，都袂使用这个魔方汤，吼。拄则咱伫个讲就是讲，发烧无关的时阵，毋是讲的时阵安尼啊，都袂使用这个桂枝汤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嘛，使讲，即爱看讲咩浮紧，发烧肝无出来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呀？当然，在临床上，都是有一挂医生，那么落去临床底研究，才发觉讲，哎呦，无一定安尼呢。啊，较早伫学校老师伫咧甲咱教，讲无肝无方汤，有肝桂枝汤，虚症有肝桂枝汤，喏、哦，那么实症的无肝是无方汤呢，吼、哦。结果的时阵呢，医生，那么伫个行医会使讲的时阵呢，数十年啊，发觉讲，并不是这回事哩。所以嘛，使讲，伊即马咧讲就是讲，原因是虾米啊？那发烧无流汗啦，吼、哦。那么那是风热外感，伊的这个温热病。或者是讲阳热内盛，而这个热阳，吼、哦、啊，胀痹，吼、哦、皱痹，就是这个门根是健康，那是塌起来。那么，就桂枝汤断无可用之理啦。哦，啊，那么那是这个症头，由于风寒外感，而这个伤寒症，那么就是桂枝汤。啊，阁是会当考虑来用。那么，因为桂枝汤本身属于发汗清热啦，
那么你是新闻法官的这个有罪、哦、那么所以改期法则只是强调了行政功能它的这个准还不同样利益啦，所以那么在临床上这个桂枝汤可以用于在外感风寒里面的这个轻症，那么初期病症啊，甲老人体弱感受到这个风寒之下无有汗出的这个寒患者啦，所以现在在说的就是说这个方子是要用，但是不是死的。那么其实在阿宏的这个经验里面，你如果说没有肝没有红汤、啊、没有肝跟王桂枝汤也没关系，但是 你可以来加一些什么，加一些啊，那么有温热的，甚至那么会发汗，帮助发汗，应该是要说帮助发汗，因为这样阿宏在这个中药学的里面就说了。那么现在根据大陆对所有的这个单独的这个药材中药啊，拢一味一味落去临床上，吼、哦，啊落去萃取，然后啊再化验内面有啥物成分，然后再用伫个即个动物咧，吼、哦、啊落去实验，了后动物实验好啊，再落去人体啊落去实验。那么发觉讲，中药吃落去会流汗，都敢那一味毛红了呢，剩的拢无啦。啊，那么过去，咱家的这个老前辈啦，吼、哦，古早咱的祖先呐、啊，啊，在行医的时阵，在经验，对不对？有足多拢会当发汗哩。啊，其实敢会当发汗，袂当发汗啦。即马一个以科学提出伊个即个成分，啊来实验，结果动物的实验、人体实验，都敢若模仿即味会当发汗啦，尔，剩个拢无法度。但是中药就是遮尔啊奇妙。那么有几啊种中药合起来，会引起会汗会流。那么这种的原理真简单，譬如讲，咱咸姜啊，咸姜啊，吃落你若食较侪，是不是？因为会变干，啊，你若食是煞袂变干哩，同款这个原理。但是伊番姜啊咸，伊有讲会发干无啊？所以嘛，使讲问题就是讲，会发干是这个模仿伊才有这个。机理，算讲有这个成分会促进肝酸，那么伊这个兴奋，啊来发汗，迄是安尼先发汗，但是其他的药啊，包括番姜啊，都无这种的啊，姜嘛无这种的啊，啊所以来发汗，就是讲。有几味药啊，伊综合起来，啊，甲伊的这个醉酒，那么使得咱体内有一种的这个反应，那么再来流汗。所以这种的算讲，唔是直接的，唔是直接的，那是直接的发汗是模仿。啊，那间接的当然有几项药啊，我拄啊在讲，伊会发汗。所以咱较早有一挂，这个老辈这个医生，
在提供讲，有的是讲，啊那感冒就好发汗就好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啊有的是讲，啊那发汗，啊较早的人讲，嗯，啊无食一下烧麦，哦，啊来帮助伊发汗，啊感冒就好起啊哩，哦，啊那安尼，这都是讲顺势的，哦，食物件可以体来发汗，这顺势的，这那安尼有可能感冒菌会将着汗。啊、来排出来，排出体外，病就会较好，甚至好起。换一句话，你要予流汗，较早医生就伫交代，袂使讲伫个海路边，啊来逼予流汗，这袂使，这唔对的。这种个是溺死的，这就是倒反的，这袂用的。哦，我即马咧讲的，就是。咱今日伫个讲《伤寒论》桂枝汤，吼、哦，有一寡禁忌，有诶嘛毋是讲安尼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拄则咧讲，若是风热外感，或者温热病，或者是讲阳热内盛，伊诶即个热用，伊诶即个胀痹。哦，做，拄仔我咧讲就是讲皮肤毛更健康，即、这个做做理吼，吼、哦，叫避晒。那么就是桂枝断无可用之理啦。吼、哦，那么若是即个症头是由于风寒外感，而即个伤寒症，那么若是桂枝汤，也阁是会使用的即个可入啦。那么，因为桂枝汤本身属于发汗的这个清热，那么其实伊讲咧发汗，阿洪也无同意伊的讲法啦。我拄仔讲啊，其实桂枝汤是用伫人身体这个虚所引起的，这个咱中医伫咧讲的阳虚，吼。那么表不够，那么阳虚表不够，所以会流汗。那么流汗，就桂枝汤，就是要来通阳，因为内面桂枝为主要嘛，所以就是要来通阳，吼、哦，啊要来补阳，加强这个阳，而且阳气。要所以说啊，你若流汗过多，阳就湿啊你。所以阳虚汗自出，那么咱这个中医是安尼先讲法。啊，所以这个桂枝就是啊，买来和这个汗腺一旦有恢复，那么伊的这个开甲闭，而这个调节，所以这个桂枝汤是用在这个所在。算讲不爱喝，搁流汗。不爱喝过流汗，所以阳虚嘛，所以这味桂枝就是咧保养的，就是咧通用的。问题是安尼先，所以你无你甲想，桂枝足药，吼、哦，都敢若七两米，吼、哦，啊个甘草，啊个姜。桂芍、草姜、枣，点着甲红枣啊，即五味啊，尔，是毋是？红枣嘛是会当补中啊，益气啊。所以伊只混合起来，才有法度人达到。咱老师伫咧教的讲，有汗桂枝汤，无汗麻黄汤。所以伊的情形安怎，你爱去了解。那么，咱拄则伫咧讲的桂枝汤，伊是发汗的一个清热啦。那么，而且是升温发汗热，所以解肌发汗，吼、哦，解肌发烧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只是
强调控制功能，伊个即循环无同款而已啦，尔。所以个时阵啊，就是我拄啊伫个讲个。那么在临床上，桂枝汤会当用伫个外感风寒内面个即个轻症。哦，那么风寒轻症意思就是啥？风寒应该伊即个意思就是讲无流汗，打只起邪无流汗。哦，这桂枝汤会当安尼用。那么初期病症，啊，甲老人体力感受到风寒，吼，啊哩无汗，吼，无流汗，诶，这个患者，那么对于这个发烧、畏寒、惊寒、无汗、头壳疼，吼，身躯，吼，感觉会酸啊，尔。骨头啦，都也会酸啦，感觉呢真真无爽快啦。哦，那么这种的这个风寒外感的这个初期，那么每遍哦，拢选这个桂枝汤，拢有一贴，啊，就小可流汗，哦，啊，感冒，啊，就来解毒啊。尤其是对于这个年老。体力本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营养不足而感到风寒的这个患者，那么是用桂枝汤来治疗，比较莫风汤更加稳当，哦，更加稳就对，哦，那么所以的时候呢，这个久三个月，哦，那么伊个即个病案都是医案，那么啊来大家来个大家吼啊共同啊即个动刀吼先进啊大家来分享。好，讲到分享已经20多分啊啦，来咱先休困，啉一下茶，小等下再过转来。来，母女。若是叮当，不管你是啥人，
改，当作人家。啊，甘愿无人知影，做母女的悲哀，就流着目屎，也是结甲笑开开。脚步若是沉重，不管你是啥人，甲伊当作明昨夜的，昨夜的星辰，坠落，消失在遥远的银河。想起起，偏又已忘记。寂寞，爱
星辰，爱是永恒的星辰，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。唱一支那份情，那份爱，今夜星辰，今夜星辰依然闪烁。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，像眼神点燃爱的火，想得到偏又怕失去，那份爱深深埋在心窝，爱是不变的星辰，爱是永恒的星辰，最不会在银河中坠落。唱一支那份情，那份爱。星辰依然闪烁，后来咱继续搁等来现场吼。你这么说收看节目是阿红健康漫谈，咱这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六，下晡是四点开始到六点。依然是由我李老师阿宏，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以及中医药。那么咱今日这个题目，来甲咱网友观众探讨的是有关《伤寒论》内面有一帖这个桂枝汤。那么桂枝汤在临床上也是禁忌的，所以咱今日啊，甲咱网友观众探讨的研究。那么在《伤寒论》，我拄好讲，那么就是讲简单啦，就发烧头痛啦，迄个时阵啊，无汗啦，就无红汤哩，若有汗。人感觉会疲劳，对不对？也会顺着流汗发烧，就要用桂枝汤。那么咱今日来举有几个例，来甲大家共同来讨论。那么头一个，那么，伊这个患者姓文，达波的文，就是中文啊，中文这个文，文字的文。那么达波伊是36岁，伊曾经患有贫血，伊本来身体有虚弱，就会使讲，敢那。走路徛都会使讲，都强要倒落去的人，体力不支啊！所以说那呢，伫个有一天，那么因为洗身躯啊，感到这个风寒，那么伊在凌晨的这个表现是发烧、惊寒。胃寒发烧，也会像那样，感觉会像那样，
啊，碰过母皮，哦，头壳佫会疼，身躯嘛会疼，规身躯哦无汗啦。那么伊的这个脐胎薄壁，啊，脐胆润，面色啊吼啊白苍苍，哦，苍白，脉浮无力。那么这就是虚症嘛，哦。脉无力，这就是属虚症。啊，人个会顺安尼啊，面啊白皙雪，啊无血色哩，吼、哦，看伊个这个喙齿，阁是薄无白啊，苔啊无白，吼、哦，喙齿阁淡润。那么喙齿淡表示无血色，那么这个人应该是阴血不足，哦。所以每一个仆，那么仆就是伊对着风邪，哦，仆弱，无力啦，哦，所以这就是虚，哦。当然，医生，那么都爱开方啊哩，那么开啥？开这个桂枝，哦，白术。青姜、赤甘草、大枣就是红枣啊，啊，这就是桂枝汤啊，我拄啊讲的嘛。那么一贴水煎，早暗啊来吃。凡夫讲，那是吃药啊了后，吼、哦，也会顺啊呢，吃一寡，吼、哦，烧汤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。吃一寡糜啦，吼、哦，啊来解面皮，啊来互伊发汗，哦，这会使讲，这种的案例，伫解的时阵，学校老师伫解嘛是安尼生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即马伫讲的哦，伊无汗，佮用这个桂枝汤哦无同款哦，无汗应该爱。毛红汤一般来讲无汗，毛红汤是不是？那么伊这桂枝汤袂啥发汗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来叫伊讲，食一碗烧糜啦，吼、哦，啊来帮助伊，而且佫叫伊加一粒，食了后啉一下啊烧汤也好，啊落去。皮甲啊来互伊流汗，那么伫迄阿妈食药啊了后，甲算讲甲半暝啊，哇，汗流甲规身躯啦。那么到遮我就有要讲啊，因为哪讲呢？因为其实吼，你若人好好啦，吼、哦、你面皮迄条诶，同款诶汗。讲讲老啦，你讲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嘛，才讲咱爱去甲了解。啊，所以即马即叫伊食一个啊烧糜，食了后，吼、哦，面皮加好烧好流汗。无结果食了后，半暝啊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啊都。汗都十十滴啊！你规身躯，吼、哦，也是顺安尼啊！啊，这种的，那照应当啊！你那汗流了伤多，袂使，因为那讲伊这个人虚啊。哦，我即马这个案例，我是啊，袂阁看落去啦。在阿宏的这个经验，临床上的经验，你那是讲虚症，汗阁流个遮尼啊多，这袂使。这绝对症的患，症的患，咱那愈虚啊，啊愈虚，当然病袂好。来，恁来看。那么肝老十滴，寒日头疼外感。那么虽然已经，有较差。但是正气
一出一戏啊。那么叮当的官就够插在地啊哩，所以伊心衰啦。和我拄下咧讲的是呢，气底啦，嘴大啦，吼、哦，阿咩气大无力。那么医生赶紧的，我拄下讲啊，这袂使。医生赶紧的时阵呢，佮用开五味子、山芋肉、冬心、白术、青姜、甘草、红枣，佮叫伊一日一贴啦，连续刷食四贴好去吼。所以这个嘛，使讲我拄下讲，伊个肝本来虚症的。肝阁留到安尼，这绝对袂使。所以了后，医生看袂用的，唔则赶紧阁开五味子来收肝。因为五味子涩，吼、哦、酸五味嘛，所以伊有涩性，所以安那也涩肝。意思就讲肝老，食五味子，甲伊安那，甲伊了后阁阁开这个。冬心啊，白术啊，这拢会当收肝。哦，搁赶紧听早，伊的这个阳啊，所以落这个山芋肉啊。啊，你该想，所以嘛，才讲有阵时啊，要阿红来讲吼，伊这个脉弱。你用个桂枝汤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伊无肝是无肝，但是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安尼要我会阁落这个红枫、荆芥这两味。那么伊就会当讲，因为帮助伊流肝，但是啊。伊袂讲流汗流遐济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伊本来这个患者身体就虚弱啊，本来虚弱，咱中医伫咧讲的阳虚汗自出啊。本来伊家讲无汗，其实迄个时阵无一定无汗啦，但是伊本来进前有咧流汗，伊无甲医生讲啊，对唔对啦？所以你叮当了到地，你无看，伊了后一个发汗，了后了啊行一个，就鼻巴喘啊，你无力啊，因为哪讲，勇强要脱去啊，因为安怎，汗流伤多啊。那么汗，咱中医伫咧讲是津液呢，汗在中医来讲，敢若血共款呢。你无听讲一滴汗一滴血，是安怎安尼讲？你若看咱这肝呢，那么体内若需要爱水分，你若无水分，就袂使啊，你敢知？所以这就是阳要脱的这个现象，安怎肝老了伤多啊？所以其实用过桂枝汤来讲，都唔免讲的，算伊是虚症的啦。都唔免讲叫伊拢食一下烧麦啦，对不对？吸一下汗咧，啊，这无需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第二个案，第二个医案就是讲，伊这姓李，查某的啦，69岁，伊患到痰喘病已经有20多年啊。那么伊在某一天，那么因为行去亲戚遐看一个朋友的，吼、哦、啊，伫个路的，煞感到风寒呐、啊。那么伊是发烧、胃寒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脚车偏，会使讲疼。好啊，还阁真袂爽快啦。那么头壳个疼，无汗，啊会喘少，吼、哦、啊，会使讲喘气吼较紧安尼，吼、
那么在临床上，看伊的这个喙齿，吼、哦，齿白、苔白、骨形。那么面胃退散，就是讲人散色啦。脉浮压力紧，拄啊是脉浮力弱无力啦，即嘛唔是，即嘛脉浮力紧，常常这种的应该。在中医来讲，这种的这个面相，会使用个这个毛红汤。但是伊个嘴舌苔白相，表示有湿，人个三比八，面色啊个无好看。当然，医生开始甲开方，开什么？开桂枝白术、青姜、甘草、红枣，因为是桂枝汤。那么加加啥？加加白茯苓，啊加杏仁、琥珀、加川芎。那么我甲看伊的这个镜头，头疼，川芎会使，川芎也当治疗这个头壳疼。那么伊。杏仁琥珀之少，吼、哦，那么叫伊一羹，吼、哦，啊叫伊食一贴，那么一羹叫伊食三遍，那么吩咐伊讲食了后又啊同款啦，啉一挂这个烧暗，吼、哦。那么加面皮，同款又要搁出汗啦。那么患者伊这个、这个血头这尼啊多，吼、哦，所以会算呢惊汗，所以搁会汗。那么当然啦，用这个艾条烤啊落来个烧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也是那呢，一贴，吼、哦，了后变啊无好，啊无好。那么无好的时阵呢，吹到过来进，过复进了对。那么游完，搁开这个原方桂枝。青姜，哈、哦，那么过来个加加十公克桂枝汤哦，但是桂枝啊加青姜，搁加加十公克。那么并且吩咐患者老官胃多就对了，哦，那么吹到阿妈，那么伊。看不是办事的，可能是附近的这个患者，结果去甲看，所以伊讲，嗯，患者煞好去啦，而且这个喘嘛无啊啦。那么根据伊讲，食了后差不多一点钟久，汗出来满身躯咧，哦，这是有关。第二案，来，咱啊第三案，我赶紧甲讲。伊个第三案是姓刘吼，伊个徛算讲大伯才五岁囡仔。伫个七月十一日，那么伫个院内，哦，伫个院子内面就对啦，啊，伫佚佗啦，啊，去感到外感风寒。那么伊这个囡仔发烧，吼、哦，伊个。起鸡母皮，吼、哦，爱畏寒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哭啊！你囡仔，你对唔对？看身体无同款，都哭啊。那么伊讲的孙阿娘，头壳吼后壁吼一疼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太阳经这一疼，腹肚嘛会疼呢。刷落去的孙阿娘，伊讲无寒啦，哦，医生甲问讲无寒啦，
医生甲针诶脉浮哩紧啊，那么吹气，吼、哦，那么甲看，哎，宝贝，哦，所以伊就甲开远，赶快搁桂枝汤，桂枝白粥，哦，那么加甘草、青姜、红枣安尼，就开啦。但是搁加啥？加一味即个苏绣。那么苏绣是会当用伫个即个风热的哦，吼、哦，伊敢若加一味即个苏绣。是安怎讲？伊咧发腹肚疼，所以吃苏绣会当治虚火毒嘛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伊有当时会食了唔拄好，所以。伊即个医生认为讲，嗯，那安尼我阁加一味啊，紫苏叶应该伊即个会去灌着。那么一条水泉，早暗食，反复，伊厝内人食了后同款，吼、哦，拢同款咯，食小麦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阁同款，阁加棉被，伫个冬日下晡时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这个囡仔呢，好，规身躯就搬，那么头疼啦，腹肚疼，就真好去。好、哦，那么以上，咱第一探讨就是讲，应该伤寒论内面无寒，无红汤，有寒桂枝汤，结果伊即马无寒，有寒，无寒，伊嘛是用桂枝汤。哦，这个案例提供给大家。那么共同阿来思考，所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读书唔是死的吼，唔是死的。啊，咱时间来更加无了，到这做暂时一段结束，期待。那么下一个单元继续收看阿宏，健康漫谈，再见，拜拜。